大家好，我是老霍哥。那么今天又跟大家见面了。那么老霍哥呢是淘老货，然后呢讲一些相关的淘老货的相关的一些知识，让大家呢就是为了呢少打眼，少走弯路。那么今天呢老霍哥呢又来到古玩市场啊，跟老霍哥一起去看一看都有什么可淘的古玩老物件。太师少保的一个壶，可怜的耳朵磕了，民俗的。不错啊，那这小壶是完整的吗？有本儿啊，有本儿了啊。这是一个浅绛彩的，这多少钱啊？这个一千是吧？一千元，这是个浅绛彩的啊。这是口沿呢，坏了，有磕有修，1000块，还是挺漂亮，画的挺漂亮。1000块，浅绛彩的东西呢，一般都是民国时期的。小碗，什么碗？也是有磕了，哇，这是新粉彩啊，有冲线，有冲线了。这有一个青花的小罐啊，这是一个缠枝莲的，哇，这个小罐呢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啊，它这个时期呢，并不是老的，它这火石红的吧，非常的不自然啊，你看这火石红呢，就是染料染的啊，青花呢。运散的非常的差，这个东西是一个典型的仿品，是吧？这个摊位上有什么？这是一个三星人物的这么一个小遮烟碗啊。而且是高足的东西呢，没问题，东西是老的，大家可以看一下这胎子，还有这个青花，然后呢缺点呢就是有裂纹，有冲线比较多。这怎么卖来的？小伙，这个你要给150吧，150块钱，这都冲了，这个又保值了，对，冲线比较多了啊，老物件还真能老。看看这个小板儿，这小木板儿，是不缺肉，要150，要150啊，150。我这到这差不多，我都卖它了。要这个成功啊，这个。定窑的一个印花，别贵，这个印花的一个，都得进村头。这多少钱啊？要3万。3万。啊。定窑的。一看就好东西，反正是没法弄。好东西它都贵。定窑的。这个50块钱。3万。50块钱。50。今天的视频呢，就给大家录到这里。那么感谢大家的收看，如果大家喜欢老霍哥的视频呢，请给老霍哥多多点赞，感谢大家的收看。